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我给山主选美妾，我不以貌取人，我以什么取人呢？哎呀，我有才艺。才艺？嗯，哎，让下让下，谢谢谢谢。来的不少啊。哎，那个花镜组组长在殿中吗？我是朋友介绍来的。这么多花精候着，谁都是靠关系过来的，就你这模样选不上的。哦，现在入妖级也要看脸了吗？下一个。我组长，组长，我组长，我是莲花精白漂亮，将臣引荐我来的。你这老天爷是要灭我花精族啊！算了，这选美啊，我看就选到这儿了。哎，组长，您不能以貌取人啊！我给山主选美妾，我不以貌取人，我以什么取人呢？哎呀，我有才艺。才艺？嗯，当里个当，当里个当，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。禀组长，漂亮我本在南都的城边，我隐姓埋名在戏班，我为求讨生活，写戏又唱念，天师追上门，毁我容貌打我脸，此仇此恨不共戴天。听闻山主威名显，妖力无穷保家园，万里迢迢来到天，只求族长可怜见，我铁血忠心愿奉献，愿奉献。好，这个故事惨绝人寰，你这个才艺嘛也有点意思。哎呀，看来你一心想要投奔山主，我要是做个顺水人情也无所谓。不过你要当不了姬妾，你可愿意啊？只要能在山主大人身边伺候，刀山火海在所不辞。这紫藤姑娘有什么特别之处啊？紫藤是族长唯一的孙女，我们得到的内幕消息啊，是新山主喜欢贪吃的女孩。哼，这山主的喜好还真是别具格啊。紫藤姑娘必定能够夺魁的。嗯。紫藤啊，今天那些美人哪一个能跟你相比呀？紫藤，嗯，以后我们花精族的未来就交到你身上了。嗯，爷爷放心，上天赐我如此的美貌，这一切都是我该肩负的责任。爷爷，但愿山主大人对紫藤姑娘一见钟情，如胶似漆，让我顺顺利利的偷到眼面。